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新的一期零度玩乐服，我是零度。那么也是不卖这个关子了，我们直接拿出这期视频要介绍发射器吧。就是这一个，这一款玩具反斗城每逢过节就一定会打折的套装，它是这一个乐服的 Alpha Strike 系列。那么我们也是可以看到，这个套装是融合了很多把发射器啊，这一些发射器呢都是在单独发售的，但是如果你买这个套装的话呢，只需100多块钱就可以把它们全部抱回家。不过这个100多块钱呢是打折之后的价格，现在一般都是200块钱左右。来看一下这里面都有什么发射器吧，分别是这个小号的 Jolt、 中号的 Jolt 和这个大号的 Jolt。 没错，这就是一个大型的 Jolt 套餐。个屁，当然不是啦，刚开玩笑而已啦。其实这发射器都有自己的名字的，我们拆开来一个个介绍吧。先拿出最大这一把，大的这一把像狙击一样的发射器呢又叫 Wolf， 我们这边翻译呢也可以叫这个天狼星，不过我个人呢还是更喜欢把它叫做这个阿尔法狼，这样简单一点。好的，这个先放一边，我们来继续拆其他发射器。接下来这把发射器呢叫做 Fan， 中文的话呢也可以叫它这个獠牙吧，跟刚才那把狙也是一样，它是一把后拉的发射器。好的，我们把最后的两把发射器都给拿出来吧。最后这两把发射器呢就是我们人见人爱的 Jolt 了，非常的小只，非常的轻巧啊。最后呢我们再把这里面的配件给拆出来吧。最后的配件呢就是这些两片可以组合的空瓶，分别呢是可以组成两个靶子。这种瓶子呢由于它只是简单的连在一起啊，所以拿它当靶子的话呢还是可以达成这种爆裂效果的。然后呢就是标配的25发软弹，这一次孩之宝真的是非常难得的良心了一回。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些发射器吧。先从这些小的开始啊，阿尔法系列的外观呢整体都是用这种黄色加橙色的塑料成型色组成，非常的有个性啊，导致他们系列的辨识度特别的高。这些小的旧特呢跟普通的旧特都是一样的，一次呢只能装填一颗软弹，然后打一发软弹。阿尔法系列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他们的发射器呢都是采用一个扣合的形式来组装的，整把发射器呢基本是没有螺丝的，都是由这个塑料一个个扣上去的。扳机回弹的这一块呢都是尽量在用塑料在做，而且这次扳机呢用的都是国内外通用的黑色，并没有什么灰机版本。至于这个性能测试呢我们放到后面再一起做啊，先把其他的发射器给介绍完了。不过有一说一啊，旧特的性能永远值得信赖。好的，小号的旧特我们介绍完毕了，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更大一点的。这把乐福发射器好像网上的翻译都不一样啊，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叫它獠牙。这把獠牙发射器呢也是继承了阿尔法的优良传统，整把发射器呢大部分都是采用这个镂空设计，所以呢它的重量也只有162克左右。同时呢这一把发射器呢也是靠这个塑料扣合去组装的，真的是一个螺丝孔都没有啊。扳机处的这一个回弹呢也是靠这个软胶做出来的，真的不知道这些软胶塑料以后用久了会不会直接断掉。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它这个扳机是灰色的，算是一个国行特供版吧，其他版本呢它的扳机是黑色的，就跟刚刚那个小旧特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一把獠牙发射器呢和等一下要介绍那一把狙呢都是有一个升级版本的，升级的版本呢除了这个握把这里加了几块黑色的塑料，其他升级还是不太明显的。所以说各位如果要买这个阿尔法系列的，买这种旧版的也是可以的。来说一下这把发射器的发射模式吧，它是一把后拉的发射器，前面四个管呢是竖着并排着，软弹呢会按着顺序从上往下打，同时呢它也是一个智能器阀，软弹无论装填在哪个位置呢都是可以单独发射的。这样的发射器呢只有一个弊端了，前两发的话还可以瞄准来打，最后两发的话呢只能靠这个感觉去打了。好的，这一把发射器呢我们也介绍完了，我们来介绍最后一把吧。这一把发射器呢叫做 Wolf， 但是我们喜欢把它叫做天狼星。这一把发射器呢整体都是采用阿尔法系列的这个惯例设计，各种的塑料拼合，各种的镂空，还有最后祖传的塑料成型色。它这一个狙击镜设计倒是挺有意思的，中间是空了一个洞出来给你拿来瞄准啊。它的这一个发射方式呢也是很简单，拉动后面这个拉杆上膛，然后呢把这个软弹从前面装进去。它一次呢只能发射一枚软弹，所以打完的话还是要重复以上步骤。得益于这种镂空的设计啊，它整把发射器只有420多克重，长度呢也只有67厘米，保安起来真的是一点也不会累。这一个委托部分呢我个人用起来也是蛮舒服的。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就进入这个性能的测试环节了。首先呢先来看一下这个初速，第一把测试的就是这一把 Wolf， 它这一把狙的初速大概在14到16之间，这个上下的幅度特别的大。然后第二把呢就是测试这个 Fan，
这一把獠牙发射器，它的出速呢大概是15到16之间，这个看似还可以，但是有一点很遗憾啊，它这把獠牙发射器呢，由于这个特殊的发射模式，第四发也就是最后一发，这个出速一定是13左右，前面三发呢都是15到16，非常的稳，这个第四发呢就特别的拉。最后呢就是这个第三把发射器，旧特发射器，它的出速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稳啊，一般都是在15左右，并没有太大的变动，即使是两把轮流发射，这个出速变得也不是很多。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这一个弹道测试了。这三种发射器呢在十米内这个弹道都有些许的下坠，最明显的还是这一把狙，它的这一个弹道呢不单只是下坠很明显了，而且还有一点飘。看到这里呢，我只想说一句话，发射器的前管真的是很重要啊，懂的都懂的。然后呢，我还是要点名表扬一下这一把獠牙发射器的，在这个弹道测试环节里面呢，它是最稳，精准度也是最高的。除了最后一发比较不行之外呢，这把发射器真的还算是可以的。如果说这里面的发射器要我推荐购买一把的话，我也是只推荐购买这一把獠牙。至于说这些发射器的改装方面呢，也不是不可以改，这些壳子撬开就可以了。各位有兴趣的话，还是可以弄一两把来研究一下的。哦，当然了，如果你有耐心等这个玩具反斗神打折的话呢，这样一套入的话其实也不算很亏。那么好的，本期的零度玩乐府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麻烦点个赞，谢谢啊。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